欢迎来到百视 TV 语说体育，今日五加球 ，Number Five， 这球叫给盖，结结实实，德蒙德格林，呜嗷乱叫。不得不说，现在阶段这个格林呢，看起来真是让人激情澎湃。格林呢，真是让人感觉激情澎湃。当年15到16赛季，完美的格林可能说要回归了。Number Four， 漂亮，这球维金斯。无敌了，维金斯！这场比赛维金斯是真正的联盟当中的超级新星，完全压盖了对方卢卡东奇的上一轮系列赛的嚣张体验。这场比赛安德鲁维金斯屡屡跟队友三连击，哎，骂人了！维金斯刚才骂人了，很罕见的 F 打头，不可能说是 FMVP， 不可能。他现在怎么的？有兴趣要染指 FMVP 了 ？FMVP， This is my children's dream。我儿时的梦想，不可能，他肯定是不会口中念念有词的喊 FMVP， 正经人不争那个，正经人这是按部就班打比赛，然后呢最终论功行赏，爱给谁给谁。 Number Three， 哎，库里底角漂移还是圆门射戟，当时的杜兰特成名绝技圆门射戟。 Number Two， 哎，这球离了歪斜，照样给你打进。金鸡偏移独立，这属于啥？强化版本的金鸡独立。金鸡偏移独立造成的这样一种什么效果呢？属于是让一项技术迭代进化。金鸡偏移独立打成2+1，三分拿三分。当年诺维斯基诺天王的成名绝技金鸡独立，一个回合拿两分。库里的强化改进版本的金鸡独立，一个回合拿三分。Number one， 库里再进，库里呀、啊，打对方的海市蜃楼型防守球员，这个鲍威尔，这比赛瞬间拉开，17分分差了。说实话，怎么讲呢？上半场多少啊，还让你感受到海市蜃楼，虚幻的泡影都是假象。联盟当中有两大防守流派 ，PJ 塔克为代表的铁血硬汉派，海市蜃楼派就是这个鲍威尔。他是这个代表的掌门呢，这个领域的掌门，开山鼻祖，就是说啥呢？个挺大，其实一点效果没有，完全是一团幻影。库里火眼金睛啊，经历多少年呢？这个加这个连番的季后赛厮杀呀，在不断的淬炼当中，已经能够看透一切了，都是假象，根本就没有防守实力。所以库里之前一个回合是拿他当空气。突进去之后完成上篮打进，这一球呢把他吊出来，迎着他投进一记三分，这比赛基本上悬念没了，感觉。点赞加关注，感谢您的支持。